我就大，大你大，我就大，大概才见到吧，我就大师傅好了。又啥事儿？啊，董经理，你那匹踩，我就踩，我就踩，他就电。我说静静，哎，你就这毛病不好，对，一着急老磕巴，啊，对。你唱着说，哎呀妈呀，亲家，你是太了解我了，你买猪彩电三百张，对，没有活你顶胡蒙，买饭给我翻了脸，打得我呀稀里哗啦皮疼啊，脑袋上天赵哥啥呀？人呢？他就不对。我找他六了。拉你就拉，我就拉倒吧你。我问你，啊，你卖给人家彩电，收了人家定金，嗯，拖到现在了，都过期这么长时间，为什么不给人家？那就货。行哎，小子。翅膀硬了啊，到哪削的呀？你告诉我们卖啥呢？你看得哎，我不跟你说过多少次了吗？你跟他们讲啊，你就说彩电的事情嘛是没有问题的，现在已经从香港发出来了，装了六个集装箱，如今呢刚刚到了深圳，哎，你就让他们再等几天啊。哎呀，人家都等，还就等，还就等，还就等三个多月了。三个月他都等了，你再等俩月有啥了不起的？我告诉你吧，他不是怎么这么个事儿。啥事儿？人家现在到处找你，要彩电钱。哪钱？净钱花了。我说你小子够作死的你，照你这么整，我跟你说，我坚决不跟你那就干了。你想干啥去？我呀，你想干啥去？我是啊，打篮球。你个不够高啊。我就上挂历呀、啊、哪有你这人模样啊。想当播音员刚才最后一项是北京时间，他就十，他就十，他就十，他三点整。那你说咱们按你哪个点对表呢？我说你跑这儿忽悠我来了你。你别管我忽悠不忽悠，咱这大小也叫个公司，里里外外就咱俩人，我要是总经理，我要是不拿你开心，我拿谁开心呢？开心，他就得是你。电，他电话。我知道是电话。接，接。哎，哪里？哪里？淘宝公司。啥事儿？啥事儿？要彩电。我没到，我就没到。小经理就说我不在。嗯呐，我们经理说了，那就不在。你冲谁说呢？我就冲你说呢。我把实话教你点啊。怎么的？人家现在好几家公司领导要联合起来到法院去。那就告你，你把我给递出去了啊！我不把你递出来，人家就把我送进去。你可能是，你说这吧，你怎么着？你是立法，你是与我没关系。你记不明白？我这有什么站住？站不住了，这。
经理，干啥呢？你这是想辙呢？想辙呢？嗯，想出辙没？哪还有辙了？你没辙了？我有辙呀！你有辙？那，哎呀，到底是我的境界呀、啊！没看出来呀、啊，你这个头打篮球正好啊！庆姐，哎，啥辙？带我。你耍呢你、啊，亲家啊，我不是耍，这我也是有为难之处。你有啥为难的？当初咱俩做买卖时候，我老伴就明确指示过我。他跟你说啥了？只许成功，不许失啊就败。咱这买卖呀、啊、叫对缝，哎，哪能是把把能对上？一对十把，有一把成，那咱俩也就赚了。那不行，咋的？必须打100%成功啊就绿。那你说谁做买卖不得有赔的时候？你赔行，我可不能赔。我赔了回家没法交差。咱亲家母还敢打你咋的？啊，他不打我，孩子的他也不骂我，这不得了吗？他也不挠我，那你怕啥呀？他专掐我这儿啊。亲家、嗯、就因为这事儿啊，我好几天都不敢回家了。我知道。我跟你说句心里话吧，这种生活我无法再忍受了。我理解你，我不能再这样继续喝下去了。我全明白，我坚决要跟他。我不是有人吗？啊，这谁？是我，我老伴儿。哎呀，我顶不住了。兄弟，我老伴这事儿今儿就拜托给你了，请你多多关照，多多关照，多多关照。行了，啥节骨眼了？那咱俩把他忽悠走，不啥事都没有吗？咋忽悠？我说话漏露馅，就我呢？哎，那就拜托你了，这是我顶着。哎，你顶着，我跟你说好了。开门呐！阿姐，你等一会儿。哎，阿姐进来。哎呦，我说秃子爹，你咋好几天也不回家呀？我找你还有事儿呢。认错人了吧？哎呀，刚才我还听着他说话呢，这不人哪去了呢？你要找哪一位呀？我找一个姓林的，就是去年在街上卖13箱那小子。啊，你是说那位林总经理吗？林总经理，对的。哟，尿酸泡豆芽，这生的还挺快呢。哎，啥林总经理？那是我一个借官亲家。啊，他今天不在呀。听说是被市长请去吃饭啦。这时候这人呐，说不定啥时候有出息。这苍蝇落到饭勺上，他还知道丢大的。哎，我跟你唠了半天嗑，我还不知道您是啥呢。我就我就是林总经理的阿舅啊。啊！哎呀呀呀呀！原来你是林总经理的阿舅啊！我说我不认识您呢。您看没看见和林总经理在一块儿，有一个小个不高，走道有点水蛇腰。说话一着急，磕磕巴巴的，鼻子上还有点酒糟，那是请坐下谈啦。你好，是嘎子罐儿？什么罐儿？嘎子罐吗？我不渴，那我就不客气了啊。好的，好的，好的。哎，你不喝我就喝了。好爽口啊！你说的这个人我是见过的。啊，您见过他？他就是店里的潘副经理。哎呀呀呀，啥潘副经理？那是俺家那口子。哦、你说这个人一连4-5天也不回家，家里有点急事，他有点找不着人。
着急吗？这鸭挺有味儿。最近他们这个买卖很多呀。那您知不知道他们俩最近做什么买卖呀？主要经营的就是高档的家用电器，以这个彩电为主。哎呀，这可太好了，那我今天这忙啊算帮正了。哎呀，太好了。你想帮他们什么忙啊？哎呀，我就实话告诉你吧，这两天呢我在家帮他们俩联系了一批彩电。好好好，他们为了300台彩电忙的是脚打脑后勺啊。赶紧给他们进钱呢。啊，对，人家是要进钱来的，可是我哪有钱呢？我一着急呀，就和那谁他媳妇儿一商量，干脆把我们家彩电和他们家的彩电一块儿压上了。哎呀呀，哎呀呀。你这个个头太高了。不知道这批货是从哪里发过来呀？听说是从香港发出来的，装了6个大箱子，现在呀可能是到深圳了。哎呀，从哪嘎达批货呀？就是俺家对门那个公司，华宝公司吴经理的。坏了，哎呦，坏了！你这人家就给套了。我听着你们俩阿舅他们不对劲儿吗？这是干啥呢？你别管干啥，你给我问问他到底怎么回事。那彩电多钱一台啊，进的？多钱一台？便宜4900。我的妈，4900！我在想，跟他说啥？我实话告诉你吧，吴经理说了，一台最损能卖5200。嗯，咱不图一多挣，一台卖5000，一台挣100，10台挣1000，100台挣10000，300台可就30000多了呀。算了，做梦呢你啊！那是俺们4500卖给他们的。对。你们卖的？我再说我们压根还没看呢。就这批货呢。没货。没货你们往外卖。你明白啥呀？这不叫那对。哼。他就对。哼。我知道份。你管不着。我听你说话我心里着急。着急活该。华英今儿个说对，我明儿个说你就笨了。